哦，这是在台东地区，它已经减薪到2单40元哦，这也是2单40元。那我们应该大家都说到9月20号会更新行程，这可能就是再减薪个方法。在你接受新人可以建议预估薪酬，这个季节大家也看不清楚，它写的很长的内容，引起很大的反弹，这是他所寄的信，有人看得懂吗？其实我也是看不太懂，它是什么的计算方法，这也是他更新的方法，那他这个已经调降第三次，就是，一直减到连那个奖金都减了，这次就是9月25，这次9月20周一，就算第四次调降，有可能会再调降，所以我们跟他是属于，不是雇佣啊，所以也没有办法他，所以大家都反映的，说可能。富不尔一的砍薪养套杀，大家因为我们他怎么调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我们抗议也是没什么作用，所以就说看到合理的单就接，不合理的单就去掉，这样而已。因为他我们就是看他9月25号。之后那个计算方式会是怎样的开始？